台中文国际频道，这里是中国文艺周末版演播现场。从今天开始，以后每周的同一时间，我们会在这里与您见面。在今天45分钟的时间里，让我们暂时告别城市的喧嚣，一起来聆听来自呼伦贝尔草原上那天籁般纯净的声音。首先还是要感谢我身边的两位，他们分别是布仁和乌日娜。你好，正是他们发现了这美妙的歌声。那么我想呢，他们两位肯定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已经都熟知了，那首经典的《吉祥三宝》让他们唱红了大江南北。可是呢，虽然他们的工作非常繁忙，他们还是毅然地抽出宝贵的时间来到自己的家乡，组建这个巴尔虎合唱团。那么我想这其中的酸甜苦辣只有他们自己知道。我是本身就是巴尔虎人，我们的草原上这个新巴尔虎组织是出一个歌手和摔跤手的地方，这样的一个歌的海洋的地方呢，那个这孩子们呢就是很自然的非常能唱歌，所以呢我们这个自己感觉到有些这个成功的感觉的时候，就马上想到了孩子们，让他们给一个机会，让他们走出草原，把歌声送到更辽阔的地方。因为这些孩子都是唱得特别好，也人数也特别的多，而且更让我们感动的是他们从自己的爷爷奶奶父母那儿学来的那个长调唱得那么好，这个特别的让我们感动。所以呢我们就接下来就是说跟我们当地的奥日格勒老师，我们一起组建了这个团。在今天节目一开始呢，还是让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在台上的这七位巴尔虎合唱团的代表。我叫汤姆乐，我今年8岁，我读2年级，我的爱好是玩，还有别紧张。名字是朵兰，我今年9岁半，我的名字的含义是温暖。我叫乌达木，今年11岁，来自内蒙古呼伦贝尔，我的爱好是骑自行车，还有玩。我叫班云和，我今年13岁，我的爱好是赛马、骑马，还有唱歌。我叫奥斯卡勒，今年10岁，我特别喜欢画画、唱歌、跳舞，谢谢。我叫杜瑞斯哈勒，我今年10岁，我最喜欢玩电脑。大家好，我叫哈利·戈日麻，我最喜欢看书。欢迎你们。那么在这里我有一个建议，在今天节目的一开始呢，请二位老师和他们一起来合唱一首新歌吧。对，好的，非常好听的一首歌《春天来了》。Oh, no.
暖意融融的春天来了，虽然现在北京正值严冬啊，但是我们还是感觉现场是非常暖和的，对不对？那我听不懂蒙语，但是呢，我想现场肯定很多观众朋友跟我一样，当我们听蒙古族歌曲的时候，有一种莫名的发自内心的感动。特别是前一段时间在绍兴举办的第六届国际合唱比赛当中，给我印象特别深刻的是一个小男孩，他唱了一首歌曲叫做《梦中的额吉》。我不知道今天这个小男孩到了吗？到了，就是我们的小吴达木。长高了哈。这就是吴达木是吗？对。我想不妨我们通过下面的片子一起到草原上去认识一下小乌达木。从新巴尔虎左旗到乌达木的叔叔家有将近一个小时的车程。还有一个哎呀啊小能装进来呢。乌达木和叔叔很亲，爸爸和妈妈都因为交通意外先后去世了，叔叔成了乌达木和姐姐唯一的亲人。乌达木今年11岁，是巴尔虎儿童合唱团的老成员。在跟随巴尔虎演出的过程中，小乌达木一天天长大了。你真的好帅啊。2009年年底，乌达木参加了中央电视台开心词典栏目的录制，当时的乌达木为爸爸姐姐和自己赢得了他们的家庭梦想。正确的。给姐姐买了个笔记本电脑，给自己买了自行车，给爸爸买了望远镜。我这些小孩子变化挺大，从北京回来后。我没想到弟弟为我们家想的这么多。在亲人离去的日子里，乌达木常常想起爸爸。隔些日子，乌达木就会回到草原上来，而这个望远镜也成了他思念亲人的寄托。牧民的孩子上首都唱歌也挺不容易。舞台上的乌达木阳光可爱，生活中的乌达木则显得有些沉默和内敛。也许在这个11岁的少年心里已经承载了太多的悲欢。懂事了，尤其是他爸妈去世以后，话也没弄多。我觉得当叔的希望他能以后承载。这是一张特殊的全家福照片，对于乌达木和姐姐来说，没有一张全家福是姐弟俩心中最大的遗憾，而没有爸爸妈妈牵手的未来，更是姐弟俩心里无法弥补的伤痛。如今这五彩的音符已成为乌达木心灵的抚慰，也将伴随他走向未来。大家都用热烈的掌声欢迎小乌达木的到来。乌达木你好。乌达木能告诉阿姨你
特别喜欢唱的那首歌曲《梦中的额吉》，额吉指的是什么意思吗？母亲的意思。我想妈妈的时候就唱这首歌，然后我把这首歌献给我的爸妈和干爸干妈。干爸干妈，你能告诉大家干爸干妈是谁吗？布润老师和乌日娜老师。大家可能有所不知，其实当乌达木离开自己的草原到城市来生活，就是为了加入这个巴尔虎合唱团，实现他自己的音乐梦想。但是呢，他要面临的就是独自生活了。于是呢，布仁老师和乌日娜老师就成了他的干爸干妈，在生活上资助他，在专业上培养他。那么今天呢，小乌达木来到我们的现场，我想大家一定都非常想听他特别爱唱的那首歌曲《梦中的额吉》，是不是？好，掌声有请乌达木为我们带来《梦中的额吉》。此时此刻，小乌达木的妈妈一定听到了儿子为他特意唱的歌曲，我想你也一定会为孩子今天取得的进步而感到高兴。小乌达木现在已经长大了，长高了，我想他在巴尔虎合唱团这样一个大家庭里，有20多个兄弟姐妹相亲相爱，有美妙的歌声和大草原的陪伴，他一定不会感到孤单。那么我身边的奥斯卡勒就是他的一个小搭档，而且呢经常两个人合作演出，对不对？对。嗯，那么都唱什么歌曲呢？我的马头琴是我们俩最拿手的一曲。哦，是你们的拿手好戏。接下来就有请两位小朋友为我们带来《我的马头琴》。心眼擦卷都迷茫
现场的所有巴尔虎的孩子当中呢，奥斯卡勒是唯一一位生活在城市里的孩子，他过得非常幸福。那么现在呢，他有很多的演出机会，在当地已经是小有名气了。接下来我们通过一个短片一起来了解一下快乐的奥斯卡勒。我们今天的家庭联欢会现在开始。我是今天的小主持人奥斯卡勒。奥斯卡勒今年9岁，4岁那年因为听到了英格玛演唱的吉祥三宝而成为了英格玛的小粉丝。为了唱好蒙语歌，奥斯卡勒让爸爸把自己送到了蒙语学校。多才多艺的奥斯卡勒7岁那年就出版了自己的音乐专辑，在家乡新巴尔虎左旗还举办了自己的演唱会。自从加入了巴尔虎合唱团，奥斯卡勒的全家就跟着一起忙活，妈妈为演出做筹备，爷爷为排练做监督，而每次到外地演出，爸爸还担当起了全团演出的领队工作。而20多个小伙伴演出时穿的几十套服装，则都是由奶奶一个人一针一线亲手缝制出来的。如今，奥斯卡勒成为了当地的小明星，他的梦想是把巴尔虎的民歌唱给更多的人听。叫做苏吉德玛，还有这位呢是奥斯卡勒的父亲，他的名字叫做奥日格勒。你们家里人有从事文艺工作的吗？没有，一个都没有。
那您自己是做什么工作的？能给我们介绍？我是热电厂的一名普通职工。另外呢，我还听说巴尔虎合唱团呢也非常致力于对长调的这样一个传承，长调也是被认定为我国的第一批非物质文化遗产。那么今天呢来了两位蒙古族的朋友，同时呢也是业余的歌唱爱好者，我想现场的观众一定跟我一样非常想听一听原汁原味的长调的表演，二位可以满足我们这个愿望吗？可以的。好，掌声有请。人类共同的语言，蒙古族的长调更像是心灵与心灵的直接倾诉。长调在蒙古族孩子来说和他们的成长是密不可分的，因为在他们还不会说话的时候，长调就已经在他们的血液和生命里流淌了。经过时代的不断变迁，经过现代的编曲和演绎，它依然没有失去它原有的魅力。不失它的魅力。在今天的舞台上，来自巴尔虎合唱团的七名学员当中呢，其中年纪最小的叫做哈利格日玛，今年只有7岁，非常的可爱。接下来我们还是通过大屏幕一起来了解一下这位来自草原上的小小歌唱家。我是草原上的歌唱家哈利格日玛。我是草原上的歌唱家哈利格日玛。我是草原上的歌唱家哈利格日玛。我给你们唱首歌，我给你们唱首歌。哈尼布鲁西布东布东，哈格贝鲁特塔勒格纳马拉，哈红格沙勒格阿斯登纳马拉。每年天错了，每年哈森杰鲁斯特。刚刚7岁的哈利格日玛是巴尔虎儿童合唱团的一名新成员，一直与父母生活在草原上。
幼儿园的时候来到海拉尔，知道了巴尔虎合唱团，知道了奥斯卡勒。从小就爱唱歌的他对奥斯卡勒非常崇拜。问到哈利格日玛的心愿，他说特别希望有一天能像奥斯卡勒一样站在舞台上给好多好多人唱歌，就唱草原的歌。屏幕上的哈利格尔玛就在我的身边啊，个子显得比屏幕上更加的娇小。那么我阿姨特别想知道，哈利格尔玛，你最喜欢唱的歌是什么呢？小羊羔。小羊羔。现在阿姨有一个提议，让你的偶像现场来表演小羊羔，你模仿好不好？好。好，大家给点掌声。妈呢哈真就如此的娘哥哈你你懂得来到中央电视台，有什么特别想给远在草原上的爸爸妈妈们说的？有。说什么？大声说。有。说几句。有。你看，把这孩子给吓的。好，没关系，阿姨给你个机会，你还是用歌声来表达吧，好不好？来了解迷人的草原文化。接下来呢，就有请两位摔跤选手，掌声有请。有请二位，二位做个自我介绍吧。我叫乌力吉。乌力吉，你好。你叫什么名字？我叫乌鲁曼德。布仁。布仁满达湖。我们知道呢，内蒙古的摔跤文化非常有内涵和历史。其实呢，绝大多数人对摔跤这项体育项目并不是很了解，所以今天在这里，我特地想请二位给我们现场简单的来，示范一下，表演一下摔跤的主要动作，好不好？好。我们知道呢，其实摔跤在内蒙古的文化当中呢，是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的。那么各地呢，分不同的区域，他们摔跤的这种方式和类型也是不一样的。在这里呢，我想请现场的两位观众上台，能不能给我们示范一下摔跤动作？好，感谢二位，居然对着两个猛汉能够自告奋勇来到这个台上，我觉得勇气可嘉。
刚才呢，不知道二位有没有仔细看过他们的表演？看过。能现场模仿一下吗？好，这位身体瘦弱的同学非常的敏捷。保佑，好。民族大学这位同学试图给对方来个熊抱，好，熊抱。草原文化既有苍凉柔美的一面，也有力量快乐和充满激情的一面。那么接下来就让我们跟随镜头一起去全方位了解一下这些孩子们生活的美丽大草原。每个民族都有自己的文化符号，在辽阔的内蒙古呼伦贝尔大草原，这种文化符号被一群群赶着羊群游牧的人们所传承，而这种音乐特征也一次次被唱进了具有音乐活化石之称的蒙古族长调。这是在呼伦贝尔草原上随处可以看到的一个场景，放学归来的孩子们用马头琴述说着草原的故事，忙碌了一天的人们仿佛在长调舒缓的节奏里放慢了脚步，许多巴尔虎孩子人生的第一堂音乐课也往往就是从这里开始的。而对草原上的这些长者们来说，长调更是成为他们生命中重要的组成部分，无论是闲暇时还是做工时，老人们的口中总是轻轻哼唱着长调。一代又一代的牧羊人把对生活的感悟和对大自然山川日月的敬畏唱进长调，再把这歌声传递给孩子。这是距离大自然最近的一种音乐，这是人与自然和谐共存的产物。在长调旋律的催生中，草原游牧文化将变得更加绵长与璀璨。现在站在我身边的这位呢，就是刚才在短片当中大家看到的在内蒙古大草原上那位唱长调的老人。那这位老人呢，可以说是当地非常有名的民间艺人，但是他一辈子都没有离开过自己生活的大草原。这次来到北京，他是第一次坐飞机，第一次离开自己的家乡，第一次走进我们中央电视台的演播室。那在这里呢，我们用热烈的掌声来欢迎朱古尔苏龙老人。老妈妈你好，我特别想问您，这次来到北京包含了你人生当中这么多的第一次，自己的心里一定有特别多想说的话跟大家分享吧。我今天想和大家一起有我的专业把一起专业的这个我们的孩子都能够讲在外面他们都不知道我会的东西都没到我听到我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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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Тортой байдаг. Эгээд бийж бас багасаа дунд дуртай. Эгээд одоо эрсэндээ бол одоо төлөв баяртай мөртөө. Энэ одоо үр хойцтой бол уг ухсаа, удам ухсаа одоо эгээд үргэлжилж ирсэн юугаг бол одоо хойшид хойцсын үр хойцс бол одоо уламжилтгаа гэж одоо их хүсэж байна. Аа
56个民族，每个民族都有属于自己的音乐宝藏。今天在这里，在这个舞台上，我们非常高兴地看到来自呼伦贝尔草原的巴尔虎合唱团的小朋友和老师们，他们正通过自己的努力把这种音乐宝藏加以传承和发扬。那么今天在节目即将结束的时候，我们就要有请呼伦贝尔大草原上巴尔虎合唱团的小朋友们为我们共同带来一首歌曲。在这首歌曲当中，他们不但了解自己的母语，也更加热爱自己的家乡。找回快乐童年，亲情民族艺术，关注中国文艺。现场以及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感谢您收看这一期的中国文艺。在今天节目结束的时候，就让我们一起来歌唱吧。下周同一时间再见。Oh, 잘못 모르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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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있어 모습이